BGM OK 吗？会不会太大声？哦，那 BGM 听起来好像很哀伤的样子。一切的一切都只是阿明的自以为。阿明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了，可是为什么阿明还是得不到他想要的爱呢？阿明深信，只要他愿意，只要对方愿意伸手，过去的一切，阿明都愿意原谅。但是他并没有伸手。阿明啊，你的遭遇哪会这么惨啊，阿明啊。于是阿明呢，现在呢，踏上了漫漫长夜的不归路，即将要复仇，建立新的故事。有故事模式了嘛？麦肯锡和格林伍德在飞机在加拿大北部荒原深处坠机，两人失散了。麦肯锡有点难念。BGM 还可以吧？哎呦！阿明刚睡醒，发现自己不在家里，居然在荒郊野岭。屁股痛痛的麦肯锡表示：“为什么地上多了3000块台币呢？我的屁股痛又多了3000块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阿明疑惑了：“难道说我刚刚被刚刚好了吗？”别让新世界把你击垮了，别让刚刚好击垮了你。阿明正准备站了起来，但是他表示还是很想睡觉，睡眼惺忪。阿斯崔德，这是谁？他老母吗？我靠，我的手！哇，已经冻到没有痛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哦，阿斯崔德，哇塞！哇，马上就愈合了，原来是超能力者。哇，有故事模式也好屌哦。我必须找到避风处。是的。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， 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，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444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给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啊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，死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哦，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可疑是游戏没有教学，有啦，算是有在教学啦，只是他的教学方式就像是这样子。要融雪以取水，首先需要有火，并有罐子或锅子以便渗水。但当独将雪融化，不足以确保能饮用。若是有燃料，可以这么做，最好融化之后再煮沸，以确保细菌滋生。我刚刚放的那个罐子，难道就不能在旁边直接挖一铲雪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上面煮吗？我们这个是真的只能放外面。算了，我不管了。有温度在上升，我去看一下。我们装的这个，为什么还是空的、啊？大哥，你这边都下雪了，给一点会死是不是？还是空的啊？他说雪也可以堆啊，但重点是我看不出堆个所以然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雪融化成水，然后烧起来喝。我刚刚已经摆了将近一世纪了，它都是空的。回收空罐使用。我操，原来是这样子搞啊 ！Motherfucker， 我以为是在外面乘雪啊！哇，跟低能儿一样。你只要去对一对应到那个选项。抱歉，我的思维还在绿色地狱，绿色地狱真实多了。完了，这个游戏不能用正常逻辑去思考。我他妈真的手超慢的。
树都连根拔起了，好哦。我是，哦，原来我按到 shift 了啊！我想说，为什么我走路总是那么的慢啊，大哥？原来哥按到 shift， 他一直在蹲下走路，走了一天一夜啊！哎呀，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啊，让您那么辛苦啊！我们刚刚所走路的这个模式是这样。然后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这款游戏走路要慢到跟狗一样呢？然后呢，原来是我按到 shift， sorry， 我看到狼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拿我的小火柴吓他，来啊，是没看过热情小火柴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 ，sorry， 对不起哈，想说新来的自我介绍一下嘛。干完蛋，我真死定了。Nice sir， 车子也什么东西？进入车辆，找庇护处。汽车可以作为避风雨处，就是避难所啦。防护致命的风雨、野生动物，甚至可以从手套箱或后车厢找到物资补给品。我进来了。哦，哦，行哦。拿走，无线电能干嘛？哎呦，这是狼吗？靠！我要在这里过夜，你确定？我可以去后车厢吗？那好像不行，算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！啊！啊！干！烂游戏！妈，不玩了，三小。